小伙伴们，现在到咱们地里面呢，这家伙都已经饿的叫声都没有刚才那么大了。来，来这里，站都站不稳。来，过来，来这里，站都站不稳，还是得抱着。走吧。本来说是要把小羊放在姑或者是二叔家里，但是小白说是因为现在是农忙季节，怕给人家添麻烦。而且如果放在二叔或者是姑姑家里的羊圈里，害怕大羊欺负他，或者是有羊妈妈的小羊欺负他，所以我们就把小羊带回了自己的枣园子里。那怎么办？小白刚才去兽医站买了这个奶嘴，他现在已经着急的往你身上顶了。他在找奶吃，我这里没有奶啊。小白去买的奶粉。然后这个是我刚刚烧好的水，给它晾到了45度的样子，就这种跪着的这种姿势，找奶吃。去那边啊，笨蛋！马上！你看，你看那边正在给你弄奶，推都推不走。马上就好。这家伙生下来肯定一顿奶都还没吃呢，还有劲，这叫声都没有刚才那么响亮了。会不会烫嘴啊？是不是不烫？来，他吃一下就好了。他现在还不知道吃。把他往你身子底下拱。他不是喜欢往身子底下凑吗？他急死我了！你把他弄住，把他嘴巴掰开。我掰他嘴巴干啥？他自己吃就行了。他吃一吃就知道了。啊，开始吃了，吃进去了，吃了一口，你看，找到味儿了，张嘴，饿得站不起来了都，还是像刚才那，嘴巴给它掰开，不是掰开的，它自己刚才张嘴吃的，现在好好吃奶，还是没有好好吃，别管它，它吃一点，让它缓一下。你看，它到处还在拱，它到处还在拱，它吃两次就习惯了。小白现在已经变身为奶爸了。来，坐着，别走，别张嘴，张嘴，哎呦，站都站不稳，咋办？慢。过来，张嘴，慢慢的，你别急，他急得很，他饿得太急了，他就慌得很。慢慢吃吧，对，你看，现在再好好吃了，是吧？那够不够他吃啊？够了吧，应该。你看。哎呦我的天！我还以为特别简单，只要奶嘴给他，他就吃了。原来还现在会了，你看。爽不爽啊？吃的？还吃不吃啊？哎呀，你看，奶嘴赶快给他。还有一点点就吃完了。来，给，你看，这一次好好吃了，可以。下次就学会了，我都急死了。来吧，那小尾巴还在摇。你刚才吃的多好，它现在有点吸不到了，感觉不没刚才会吸了，是不是奶嘴太大了，它不习惯。这一点给他喂完，今天就不管他了，就没事了。已经，我太少了。够了，他能吃多少吗？你再给他弄一点嘛，他是不吃了再说嘛。那个一点点太少了。你看，现在吃了，你看。听到了。听到了，咕叽咕叽。好，马上吃完了。我说再喂一点。好了，吃完了，没了，饱了没有？
他说没饱，再喂一点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哎呀，疼死了。现在跟着你跑了。咱们能不能喂活、啊、这谁知道啊，你看到处还在找着吃，吃了现在有劲了，你看精神都要好一点。你看那小羊就一直跟着他，现在都不黏我了，知道他身上有奶味儿。哎呀，你别这么抗拒嘛，你张嘴。哎，吃到了，这次吃的好了，嗯，没有后退了啊。刚开始吃的时候，它一直在后退。哦，吃这么快？嗯，饿惨了。这下喝奶熟练了啊。嗯，还一点点就喝完了，不喝了吧？好了吧？海底啊，海底，来，来，再吃一，再吃一口。你高一点嘛。好了，没了，别吸了。好了，真没了。不敢吃多了。吃了。哎呀，现在舒服了。舒服了，给它放在鸡圈里呗。那边不是有好多小鸡吗？要不然怕它一个人害怕。你咋知道害怕的？你想吧，它刚出生就它一个，就肯定害怕呀。我觉得有小鸡的话，它不那么害怕。还要吃吗？要不再喂一点点？我感觉喂多了都。连着喂三次吗？我感觉这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饱。明天要拿个勺子了，这往里面倒太麻烦。感觉应该已经差不多了，你看肚子都大了一点。你看，现在叫的声音都没那么那个啥了。来来来来，你别跑呀、啊，你要吃就好好吃啊，不然等着挨揍呢啊。张嘴，对，来。哎。你看现在吃奶多会吃了，也不知道喂的多不多，万一把它胀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把握好这个量。